我卡片，难道我就可以上去？有卡片没？你不要看，你不要看，不要看，我告诉你是什么？我告诉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玫瑰星球工作室的小店长小米。这次跟美少女阿藏到宅生爷玩具屋去抽盲盒，跟着我们一起去拆盲盒吧 ，Go Go！ 很感谢这一间玩具店，它叫宅生爷玩具屋，然后它在后火车站附近。如果大家对这间店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从我的影片说明栏看到介绍哦。哇，阿照已经先到了，他已经迫不及待的已经开始抽起来了。然后这家店的店员也非常的友善，他们说非常非常欢迎 Loli 他们穿小裙子来店里面逛逛哦。这是什么？老板，对，这里面是什么？都没有那个里面的款式不一样重。那你就看什么颜色？这边有隐藏，这是金色的，金色团，看起来有点闪闪的，是硬狗，是金的，真是金的，金色传说，就是到底是隐藏款的，我想知道是隐藏款。我抽的好恶，哈哈哈哈哈，不错呢，我觉得这个是隐藏款，有可能，你要专抽隐藏版。做项链啊，转转，然后这样一边走一边吃，哈哈哈哈哈。你在做什么？就喜欢跟我互动。对对对。夏天的三个方。哈哈哈哈哈。哈哈。这亮晶晶的呀，大厨没？大厨跟这个都不错。早我已经想说我不要哪一个不行。你要说我不要哪个就对，然后就不想要甩，甩出来就是噜噜噜噜噜噜噜，这样子。就通常会是他。穿越爱的。那什么？宝宝，宝宝鬼熊，幽灵熊，幽灵熊，真是幽灵熊。大遥控，你们很好，你去其他店家演。我知道 Yuki 就是那个可能半透明，里面会有球球。对对对，里面有些有球球，有些没有。然后我想要球球的，因为它一咬就会听到里面有声音，碎碎。然后那个老板就跟我说都一样，我说怎么会都一样？你就吃起来有声音了，我是比较不要捏啦。捏当然不行啊，咬 OK。然后那个我看人家那个开箱还会有一直撑。那我最不想要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你说这个所有的，超恶，你今天就这样了，超恶，对，你最不想要那个，他被咬一口，啊，超问力气啊，有没有熊？不能先，那客人就说绝对不要抽那个，然后就抽了那个。他刚刚说你刚刚是抽哪一个？你说绝对不要那个，抽那个，啊，绝对不要闪，底下绝对抽那个，不要闪，不要闪，天哪，我抽死了，看半天，好那个，好那个，挺感情。先爆一台吧，直接爆一台。真的吗？他不是有那个刀片？你要刀片吗？他有点点。哎，有点点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真的，你先擦一下。那你不要，不要，他竟然好配重在，通常都这样。啊，我看到卡片。你看卡什么？那是礼物的，是方形的。哦。我更想要圆圆的。跟你不脸是吧？越脸越好看。哎呀，大，你看礼物，啊，很可爱，很重哎，它真的很重。好重，很可爱。那你拿哪个屁股？对啊。我觉得，哦，可是我以为你在说蛋糕，小米也看到了。我刚讲了，我该讲的话。你想，你说你不想哪个？这个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
小米又先立起了。小米一直在立起。我想说它很轻，就很重啊？你觉得很重吗？我觉得很轻啊。对啊，这应该是轻的啊，我也觉得应该是轻的。你选轻的、喔？对啊。我看一下。是我。啊，我就不想要的床，我专门就是啊。不要那一根蛋糕上的蜡烛，不是，不是蜡烛。会来个虫吧？它会有重复的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对。嗯，反正最恐怖已经被我抽走了。然后还发现，给我许愿的梗，主要其他每个熊款都很可爱、啊。我觉得圆的都很可爱。对啊。欸、好大一个，欸、是圆的，耶！对，它是轻还是重啊？啊，好可爱哦、喔！你们巧克力耶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它这里被咬一口、欸，哎，你们巧克力，它是磨砂质感，它说好阿照，超舒服的、欸，它是磨砂质感、欸，哦，超舒服的，光滑，好可爱哦、喔！这么大一个，我看它开箱，我不知道这么大一个，这么大，好可爱，很大，真的。好可爱，好可爱！从那蛋糕，它是饼干酷皮，好可爱哦！好多 M&M 巧克力，而且 B， 它写 B。其实我觉得都还蛮美的，这样不太需要特别挑。不行，你还是要许愿一个，还是要许愿一个吗？你不要许愿不要的，你要许愿要的。蓝色或是紫色的。就可以，就可以，就可以。那这一个是吗？哦，拉那个，拉这一条的。但是他只有做一半而已，啊、你看，他就这样。哎、欸，我这样，哦，他这样一拉，你就可以拉开了，可以。拉开了，可以。哎呦，我把它拉坏。是吗？哦，是这一只，对，漂亮耶，对，也很漂亮，小精灵，哎，后面也很，哇，这个头发，精灵耳，等下是踩小马的那个吗？啊，独角兽，独角兽，我说它有尾巴，对啊，独角兽，哎，啊，是独角兽，真可爱，嗯，耶，这只还蛮美的，其实它好健身，蛮美的。我许愿这个，这个是你刚刚是抽四只脚，你刚刚是拿，你刚刚这个吗？我刚刚是拿中间的，中间的来看一个，你肉排顺，对，来看一个。这个是肌肉，哎，搞不好这个有这么顺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试试。但也有可能是这一只，它有个缺口，那你要不要什么样？缺口，缺口。第一只，好丑的，这是第一只哎，粉红色。对啊，可是也蛮美的，它这个立好好看哦，又渐层。然后它的那个，脚是蓝色的，蓝色珠光的，出来一朵花。对啊，嗯，到漂亮哎，封面款，对，是封面款的。嗯，知道。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拉到最后。可以。有洞洞，有卡
片吗？哎，动物其实也看里面有卡片呢。你不要看，你不要看，你不要看，我不告诉你是什么，我不告诉你。哦耶！是库洛米，你是选最重的吗？你没有选不重。哎，这个好漂亮哦，啊、好大一只哦，好大的。跟小米的现在说的配、啊、配色超像，而且你还这样，两个这样子，对啊，完全。哎，这好精致哦，好精致，而且可爱，好可爱。对，他的头饰，耶，拉多。假面舞会。哎，他有个小配件，有。哦，手上拿那个面具。这副你真可爱，我真的。可爱，这个完全一个月的，算了，随便你就好了。我正好昨天看人家拍，很可爱。他居然他有这个，居然还那么难看。什么东西？疼了。你不要先看哦，你。它有卡片吗？有，有卡片。有哦。哎、欸，是哪一个？可爱哦。梦境。它可爱，它还一把枪，看一下。摸到一把枪。哦，还一把枪。哎呀，怎么？小熊还是睡着的耶。熊。小熊仔，然后眼睛闭着。对啊。你刚刚的那个也是张眼睛。对，是张眼睛。哦。特别。闭眼很可爱。对啊。在睡觉。还行，抽得很开心。不知道大家抽盲盒有没有什么小禁忌，或者是增加幸运的方法呢？欢迎在留言与我分享哦。这支影片最后也有抽奖活动哦，要怎么抽奖呢？请详见影片下方的说明。抽选的礼物就是这一款 Hello Mini World 里面的其中一款。那么我也会在下一支影片开箱这一款盲盒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千万也不要错过下一部影片的开箱哦。摸一下，你都已经开了，还摸图？摸一摸比较有 feel。得了，是什么？看起来不太开心。就那只母的，居然是母狼号。母狼号，我就不想要他。我说不要讲，不要讲，就不想要他，就。心连心里想都不行。对，心里想都不行，想也有罪，想都不行，想有罪。你刚，你再说一次，你再说一次，你随便抽的是什么？随便抽的也是盖特、啊。好哦。为什么有一种玩具人在露营的 feel？ 你开头就不会开。吵架了。够了。摸摸摸摸摸摸，乱摸是不是盖？是不是盖？没有尖尖，没有尖尖，盖特有三只，随便也可以。没有尖尖，没有尖尖，盖特随便也三只也可以。没有尖尖不是。真三一万人侠，而且是最红的一套。我觉得随手，不要抽。是，是说随便抽也是盖特。那么这支影片就到这里喽，最后也别忘了按赞与分享这支影片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漏掉通知哦。下次见喽，拜拜。